谁让这些植物全部活着的？没必要，我都没必要，感觉没必要去点他一下，点他一下压力好大。牛子，牛子一级，给不到什么效果，发育吧。 这组合都他妈打得赢，老鼠加牛子，能打，能打赢，对线，线杀，真有点没想到。呵呵这组合，我不知道怎么想，很难评。呵呵就你，我帮你打。 他们在计划着某事，我知道。要玩多久玩到我看天分吧，看天分吧，玩到差不多像我这个程度，500局，还是看天分吧，500局差不多了，我感觉自己500局应该差不多了，像我 EZ 这个手法。 EZ 这英雄想练的话是挺难的，上手很简单，但是你想把它练好的话，其实是很难的。这是一个上手很简单的英雄，因为它的技能机制就不复杂，但是你要想把它玩好的话很难。 哎呦，我忘了，好毒！但是我可能好台。他救了我，我也救了他。对，他的操作把我救了，但我的操作又把他救了。 哎，蜀黍真的越玩越上瘾，而且蜀黍这个英雄这个版本又很厉害。对，蜀黍这个版本真的很厉害。哎呦，他妈玩的有点上头了，我现在。
粮是个什么东西？嗯，这只弩箭是我专门为你而添的。你要推就给你推，我都不想推。我现在我真不想推，你要推就给你推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老鼠第一件出破败很厉害，就是小兵了，我操！我还在叫小兵，不好意思，就这个小兵。对，这甲没有及时贴好，还在叫小兵。我的，我的问题。但感觉可能他还是会死的。对，我以为小樱娜可能还是会死，但是确实是我的过错。鼠鼠对线又不强，鼠鼠。那鼠鼠真发育起来，给AD 的压力会很大。是时候出发了。我给他躲起来了。对啊，鼠鼠有个隐身，压力会很大的。然后我往草丛一站，等我有 Q 的时候往草丛一站，他们下面就不知道我到底是隐身了还是在战场。基本就他们只能往后站。我甚至无法品尝那里的空气。然后老鼠在中路会给的压力，换到中路给对面 AD 的压力很大。三个人能打，四个人不行啊，四个人太多了，打着打着四个人我有点接受不了，三个人是好打的。站着别动，我的眼睛在脑袋的两边。有点多。
我看到个伊芙琳，我感觉没什么压力，我有闪现就没什么压力。那妖姬来了，我有点上头累啊！啊，我不知道怎么走啊，走不了了。妖姬来了是真有点不知道怎么走的。我会把那东西拿回来的。哎、啊！我、哦、对 A 呀、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就这么仇恨我吗？他死了，他已经死了，他是具尸体的。啊，好。妈，中路补一波线，你要干我一下。像一枚无害的蛋，我把这些用来贿赂我自己。答案状态呀、啊！就答案你的状态嘛，你大招教的挺好的，你不要大招，那不给我爆一下他就没血了，对不了线，他下塔没了已经，还要守，可以，什么意思啊？不会，哎，难道说？是不在呀，我平时你也不在呀，什么意思啊？啊哈，什么情况？他妈怎么又是人呐、啊？老子打个下路人这么多、啊，不是？怎么打个下路上路都能来我下路啊？那中也能来，我理解。他妈一个懦手没有 TP， 他都能走到下路来啊？哎，有点过分了啊！这个是真有点过分了啊！来自下水道。可是我下路开 party 呢。没蓝了，有蓝我高低，我再还要杀，有蓝我真要杀。我马上就会出现在他们面前。我搞定了。
就你小子喜欢抓象，就你喜欢抓象。貂蝉要把你宰了。点不了了，马上消的，所以马上消失。雪怒啊哥，雪怒没看到吧哥。那哥们雪怒，你这怎么还往前冲啊？不是，我都吓得我都想跑了，那雪怒了。他血怒了，给我来个无情解手的 A 一下，这大招我都吃不下了。如果我把他浸泡在污水里，然后让他被太阳晒一会儿，没错，完美极了，是的。别追了哥几个，不是是大龙不香吗？还是什么原因呢？对啊，是大龙不香还是什么原因呢？你对大龙没有感情吗？我操，我一个玩 ADC 对大龙感情都可深了，对大龙巨有感情。干嘛还一直追你？要出个影魔刀啊！这不出影魔刀，这俩兄弟往我脸上拱一下，我就有点吃不消了。
又倒着，好能突啊，给这个妖姬跑的，把这伊芙琳也保住了，本来我已经杀他了，伊芙琳要闪躲。该死了，好啊，大招应该还没刷，怎么说，我操，巨能打，还是诺手哥怎么办，血怒了，血怒的诺手哥果然还是惹不起，我靠，诺克萨斯，谁让这些植物全部活着的，血怒的诺索哥惹不起啊，他没血怒我都惹不起他呀，诺索哥来了，给诺索哥一个面子啊，诺索哥不是我能挑战的，我马上就会出现在他们面前，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，哇，这好烦呢，巨烦，哎，不然瘫了，我还是瘫了，这个确实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我检讨，这是我自己的问题，我瘫了，这波被他单杀其实挺伤的，他单杀我基本上半级的经验肯定是有的，然后我还不能发育，这一来一回等级差就拉开了呀，哎，好难受啊，如果要先做个小影魔刀的话，大青羽这把太有点慢，有点晚，我操，这哥们妈看到我了就往我这脸上冲，感觉他在上面就会打，我就压压惊，这伊芙琳怎么天天找我的呀，没大招呀，给你放个 W。